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. Good tidings for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上班前的小活动是王魔方挑战，看看能不能打破自己的记录，锻炼一下上班的脑子。我说一二三开始，一二三。这个打破不了记录了，可以行，一分十秒，没有打破你的记录，你的记录是多少？记录是47秒，记录是47秒，还需要多练习。明天早上一大早是收垃圾日，所以今天要把垃圾都给分类好，晚上推出去。我们这的垃圾一共分为三类，一类是院子垃圾，然后这个是回收的纸箱那种的，剩下的全部都是常规垃圾。现在我需要去院子里面把树叶垃圾那些的先捡好，捡叶子了。像后院这些棕榈树就是都会掉大叶子，这边就有两根。
后的袜子都是刚刚沾上的竹子。我想坐一下院子，正好要去洗澡了。点来集合了，一起来做饭吧。
还是有这个牛腱，然后有清蒸鳕鱼，还有醋溜白菜，顺便把两个卤蛋给一起放进去热一下。
Take new hands and make new friends. Hold no judgment upon them. I wanna see some bridges. I wanna see some bridges. Oh, I wanna see some stars shine. All kinds, making time to celebrate the difference.又到了黑五开箱时间，没有很多了，不要担心，应该这周开完可能就差不多了。今天有两个大箱子，是来自 A Floral， 他们是北美做假花的品牌中做的特别好的，然后黑五的时候算是有大折扣吧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假花。虽然家里有一些真花，但是你知道真花死得很快，就是偶尔买真花，大部分时间还没来得及替换真花的时候，也可以摆一摆假花。能看到吗？这里有三种，应该有四种花。这个是蓝色的绣球，这种假花就是做不好的话就会特别假。它一束里面有两朵，一朵是已经完全绽放的，还有一朵是含苞待放的，所以放在一起就会比较低声，也可以混搭。三朵，像我旁边这个是感恩节的时候买的，现在就已经谢了，等一下一起给它收掉。这个好漂亮耶。还有一箱，另一箱里面应该是还有一个花瓶，加上不要没有花。我可以把我买的这几个链接放在 info box 里，如果有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。我觉得 A Floral 上面挺多花都挺好看的，他们有一些圣诞节日的装饰，就是没有折扣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贵。这里面就一个小箱，应该是一个花瓶。它还有两朵，这个是跟刚刚一起的，因为我都是买五朵。就是我喜欢的这种花瓶的类型比较侘寂，然后比较繁古，比较粗糙一点的。
谢了。就是里面还有一个小花瓶，为了摆它，我把这个小瓶子洗了一下，还是给它放到小瓶子。今晚的最后一个任务，要把家里的箱子都整理好，然后把垃圾都丢出去。所有的纸箱都在这里面呢，一大盒，就是那个长盒，这样放在外面就可以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点个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明天的 Vlogmas 再见，拜拜。